你好，我们是不是认识？不能吧？宋于琦。啊？哦，我认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怎么称呼？汪洋，汪洋大海的汪洋。哦，张天翼。张天翼。也。张天翼。对，但是一般叫猴壳比较多。我们俩名字都挺大的，不是一个天一个海。是，那挺好。今天天气还不错。 好不容易见，没有，真的好不容易见两天，好不容易这两天升温了，真的。我上来就聊天气。是的，您是哪人？我是东北人，您是？我江西，南昌，您是东北人？吉林长春。我姥姥是沈阳的，所以我也算半个东北人。哦，那挺好。嗯。这样，你来。老板，有一首歌水。先喝点水吧。 别紧张，我被你。我其实也很紧张的，因为我已经来平静了很久了。你是做什么的呀？平时我是媒体的，传媒。你呢？你猜，猜中了，房地产。再猜，为什么呀？我长得像做房地产的吗？对，因为我跟你长得很像那个朋友做房地产的，所以我就随便猜了一个。那显然是另外一个。我真的，当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是我那个。 一直就只是在网上联系，没有见过面的客户。我想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就那确实就绝了，我们就可以谈项目，就一会儿我们就开始打开 PPT 讲方案了。哇，那你们这个做的真的是，这太敬业了。林亮，你到底做什么？你猜，再让你猜，给几个提示词吧。嗯，甜的，饮料，啊，真的。 我卖奶茶。是就，我觉得我不是，我最主要我觉得我太智慧了一下。你是开奶茶店的？啊，不是，我在奶茶公司。奶茶公，三颗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作为一个深圳人，我真的不知道深圳，你给我普及一下。什么喜茶呀，还有什么奈雪呀。在奈雪。对，就是我是在那种女性特别多的企业里工作。那为什么还单身啊？ 我都一定不会这样的呀。你会去找一个公司？对啊，我原来有个同事，两个人出了个差，在一起，就领证了。然后你知道两个人是尴尬，就是茶水间里头还得吵架，嗯，看他们俩一眼，然后女的来一句回家再吵吧。你看人家多，我这事真不能啊。 你知道吗？跟东北人聊天，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，就是他能把一个特别平平无奇的事情，以单口相声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。那好，咱们就再放松一点。我很放松，你还是就是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一抬头，就看见一个美女，确实是会有点紧张。你知道吗？不用到我，身为一个喝水喝茶的人的习惯是，只要别人的杯子放下来，我就一定会倒。我真的以为是你紧张。 还好，不至于。只要紧张，我多喝两口。那刚刚，今天碰个杯吧。今天元宵节呢，虽然月亮还没出来，元宵节快乐。大年的最后一天啊。没事，在我们东北，正月都是年，好像南方没这个习惯嘛。正月剪头。<笑>我知道。对。<笑>对，所以说。不能把这么不吉利的话说出来。能剪头了才算过完年，我们当时真的是这样。是。 嗯，前两天剪头，手。如果你觉得帮我倒水能缓解你的焦虑的话，我可以喝的快一点。是我真的渴，就是我平时就是又健身啊什么，虽然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能看出来。别，很有痕迹，是真的很有痕迹。谢谢，尤其这个肚子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通常健身的人他这个一。 衬衫扣不上，就是胸肌，非常感谢，但不至于。然后就是我会狂喝水，所以说，你说紧张的时候好像还真不至于紧张。那你像你，你在哪儿健身？我呀，我虽然也不能，你在哪儿健？超超心？不在，都不去那种。我练自己在家。不是，我练那种比较恐怖的，什么举重啊、力量举啊那种的。那比不了。就是不按正常人干的那种。大力士。有机会试一试，一起练一下。
好兄弟，现在我是又菜又矮吧，好兄弟一辈子都约一起撸铁了。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深圳啊？我2013年来的深圳，你呢？我2010年。哦，然后都上的学。我看起来这么小吗？谢谢。啊，是啊。你真的非常会聊天。那必须的。东北大哥可以再干一个啊。都叫大哥了是不是？过了年之后，虽然说我才过31岁生日。你今天过年回去了吗？回去了，今天一过春节，尤其是不回家还好，一回家你知道吗？就有那种年龄上的焦虑感。就我这个年纪的朋友，好几个孩子都已经开始上小学了，哎呀，当时就焦虑啊，自己一躺，哎呀，你是真的会焦虑吗？感到为这个事儿？对，像是你会怎么考虑？我现在已经不是很焦虑的原因，是因为，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观念，就是通常人们说，两个人的关系好或者是不好，他的沟通是基础，但其实不是。我觉得沟通不是基础，还是你讲的这个过程，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一定要好，他们才会有更良性或者是更主动性的，这是一个的沟通循环的问题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只是会沟通的方式和技巧，或者是你愿意沟通、善于沟通，其实没有用的。所以我觉得感情一定是第一位的。所以不焦虑的事情是，我觉得你还是要等到那个对的人出现，这样你怎么样沟通，你都会是一个对的结局。这已经变成了一档我对你的访谈节目了。不是你真的你不要走这个，原来是我访谈的，因为我要挖掘别人的需求，你知道吗？说吧，对。没有，你也不是产品经理。对，你要啊，我就是产品经理。行。你的岗位名字叫什么？我是做公关活动的。哦，那更应该了解客户的洞察，鼓励客户多讲一讲，对对对，多说一说，在对方向上进行一定的指引和指导。把握要把握一下。你先说吧。你觉得你有什么性格上的？咱们先说缺点，再说优点吧。优点你自己发掘，我从来不自卖自夸。没事，我慢慢发掘，你相信我。嗯。我觉得我之前可能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，就是在相处当中，跟朋友相处没事儿。我是在亲密关系当中，就是其实我是不善于沟通的，或者是主动沟通性很少。比如说我们刚认识朋友，普通朋友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一进入到亲密关系当中，我的考虑的问题就会很多，我就会担心说，我也不想让你去改变你自己，但同时你的这个点我可能又觉得在我看来是需要改的，但是我会跟我自己说你不能强求别人改，然后这就会在我心里埋下一个种子，我不会主动去沟通，然后最后一天这个种子最后发芽了，然后我发现不行，这事儿我还是不能忍啊，然后我就说咱们算了吧，我也不想改变你，但是这事我不能忍了，就我没有，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拿出来说哎，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等等，其实是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，我以前其实是不是很敢于说出自己的，所以非常异同的意见的。去年我看那本书《医治受伤的自信》，法国人写的书，因为这本书我觉得能比很多心理学书要好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？他会给你答案，他会告诉你要怎么治，你要怎么自己去，就是他实践性的东西比较多，对，教你平时怎么调整，对对对，吃什么药，不，对，东北人聊天的时候一定会，我懂，特别再讲点什么中药调理，不，然后其实这本书他就确实好在这儿，但是我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到底是哪里不自信，真的完美主义也是一种不自信，对，真的、然后真的，所以你的病根是完美主义。做产品经理哪有不完美主义的？所有的事情都希望自己是井井有条，所有的流程都自己希望能够设计好的。真的，我自己都是一个这样的人了。挺好。哇，特别不好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一个好事情。然后，这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，然后能纠结，因为纠结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认为很多事情他配不上自己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时候。然后呢，再到就是很多时候，这些事情他不敢去做，怕失败。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影响到了你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就包括什么工作呀，或等等。那倒不至于，我在擦不擦地这件事情上，我一点不拧巴，不会擦。可以请阿姨。我主要是我是真懒，就是你让我收拾，懒是人类之光。你让我收拾厨具那些东西。洗碗、洗锅、做饭，我都没问题。让我擦地，要我命。我过年回家，别的不看，就只做饭。这很好啊。
做饭刷个碗，真不哎。你已经你那你不用，那你不用有别的，你有会做饭这一点，你就已经是非常有神一般的技能了，你得到上天眷顾的天赋。哦，我上过新东方吗？我就算谢你了啊！真是我真上过新东方，真是。是下回我记一下，说这个点上加分了已经。你这个点记一下，你这个点这个点记一下，会一定要加个分。太难了啊！谢谢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橘虾。哎，这是用蛋黄焗的吗？啊、对，咸蛋黄。好吃。来，先尝一尝。先，哎，你好，忙拿个水中问。咱们两个东北人就不按广东这套了吧？哈哈。谢谢您，小心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你好温柔啊！真的吗？是啊，真的。你装的好吧？是吗？我觉得你是那种风格的人，就是因为工作造就了你雷厉风格、雷厉风行的性格，又讲究时间，又讲究效率。是。所以说，一定是说一不二，工作安排的井井有条，又会对别人表达极强的耐心。然后呢，等到自己生活的时候呢，其实你自己心里，对，就是那种能怎么粗糙就怎么粗糙，能怎么随便怎么随便，是吧？那你不像是随便的人啊。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，就是你的工作塑造了你的这个性格，然后其实你的性格，可能你性格里有这些，有这些基因，谢谢，也有这个基因，让你去适合去做这个工作。有一本书叫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听过吗？嗯。哦，那本书真的，我也是前年改编我的一本书。你真的很爱看心理学的工具书啊？对，然后呢，像你这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是边界问题的梳理。你真的很有方法论了，而且你是有体系，已经开始输出专业词汇了。对，是边界问题。嗯。四个虾，我们直接上手吧，好不好？这个我觉得用。筷子也没法。果然你真的吃饭不是广东习惯的，是这样的，你先吃。哦，行。然后我先慢慢讲。我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，就是我去看产品经理，不是看心理医生的原因。你还去看过？好事啊！我最近还想去呢。嗯。就是，他就是相当于说，我付了钱，你就必须得解决我的问题。哦。懂吗？这种就没有心理压力。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多了，我跟你讲。那医生得收你几个问题的钱呀、啊？不是，医生说了，说没见过这种人，就一般去心理看心理医生的，就是感觉全世界都是错的。然后我去看心理医生，说，对我就是感觉全世界都对，只有我是错的。只有我是错的。对。其实真的我也是，就生活中一定要井井有条。包括每天的行程一定要一二三四五排好啊，包括说是要干什么，因为自己的心理压力也会大嘛。这个已经变成你的心理压力了啊！我有很多压力的，真的，就是现在哪怕是说把求偶压力给放掉了之后，嗯，然后还会有压力的，就是我这种人是不会被满足的。所以医生说你的问题在哪里？就导致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最开始的问题是压力大下不会表现，所以说我会凶人，我会吼人的那种。嗯，啊，我觉得吃这个虾得要湿纸巾。哇，你真的是，要不然我来帮你算了、嗯。不然有点擦的不是很干净。哇，你真是来吃的。啊。你不能接受另外一半的一个真的一点儿不能接受的事情有什么？这个就跟你不挑食儿是一样的，就是你一定要说一个你有一点你完全不能，哦，我那如果有一点非要说一点，我可以说一点，我不能接受一个人，他持续性的很，就是他的底色是很丧的，